外呢，就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呢，我就大概提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就我刚提到这个哈，这个斯大鲁托夫和莫夫哈，就是那么他们的一些哈，这个奖项的一些的结果哈，这个呢，那么他的这个不是在英国啊，这个他就举办了很多的不同的人，不同世界各地的人去举行，所以他也有另外的活动。对，去年我有去问他们。那么，好，所以呢，他们大概分成两大类吧。我想我这东西主要是也是有一点，就是提出来，就是说，maybe 在未来基金会当要再办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奖项啊，比如说他们有最佳报告奖、最佳第一次的报告、最佳中小企业，我想这个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努力，就是说要努力啊。最佳整合报告，还有呢，那个特别针对若干议题的这个部分，比如说这个啊，看揭露，是不是你有创意的沟通，这个他也把它就是啊表扬出来，相关性跟实质性、公开跟诚实，还有就是确认跟这个所谓的信用这样一个啊，就是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给奖的这个情况。那么是不是啊？这个评选的内容啊，我想这种大概就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啊，当然它有比较这个主要是针对内容、沟通、信用、承诺跟可比较性这种大类很大的这个面，这个很大构面来做啊。那么这个是我列了出来，我想如果说各位有兴趣想要去参考的话啊，那么它后面的就是啊，最佳报告2010年是法国的一家就是电信业啊，国本很有名的一家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看到底它为什么好，然后我们就要去先把它啊download下来，然后看一下，然后我们能够来参考。第一次报告 Walt Disney 啊 ，Disney。他们到了2010年才做第一次报告。好，最佳中小企业啊，好，在我大概就是2010年啊，这个我主要就是提供出来给大家那么作为参考。那么如果说各位希望去多一点的了解，那么他们在这些的得奖上面到底发生有哪些过人之处啊，那么可以直接把它当做参考。还有第一名的第二名。好，好。OK， 那么这个是呢，那么我也在很多场合我都会提到，就是 GRI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么多的企业他们发了 GRI 的 guideline， 但是呢 GRI 它不是只有那一份 guideline， 它另外还有十几份的这个所谓的行业补充的指引。也就是说呢，因为行业别太多了，不同的行业它有不同的偏重，它的人力还是关系人等等，或者说是那么你用一套这种所谓的一般性的所谓的 GRI 干扰可能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行业，所以呢他们就是另外发行的所谓的行业补充业指引，包含了航空业等等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台湾的企业呢还没有啊，假使说你们是在这个领域里头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基本上还没有真正的去发了这个所谓的 GRI 这个所谓的行业补充的这个指引。那我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下一步啊，你们如果说各位已经发行了，然后你们是follow那个一般的这种的 GRI 的话，可以来 follow 这里面它里面提到的这些，特别针对有关于不同行业里面的那种的啊，它的一些的可能需要偏重或者需要报告的一些咨询啊，可以从这上来看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的。好，今天简单的结论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从我在从1999年就开始留意这个议题，跟周老师一样啊，蛮早的时候我们就在留意这个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也觉得有还蛮成长的幅度是蛮大的，特别是在有关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质量的部分是有很大的成长，但是呢，在有关数量，我们现在是。仍然是个股，我觉得，目前仍然大概就是大概五六十。
另外就是是不是请分析的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在未来当我们要发行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做，因为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跟利害关系人做实质有效的必要的做。好，其他的没关系。那么其他几个我想讲就是有一些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在做了，比如说啊，就我刚刚到这个当然很重要，就是那种水族机，我想这个部分已经有很多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在做水族机的盘查，然后再做水族机的这个叫揭露嘛，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会是一个，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会是下一步到后来。我们现在在看水族机，下后来很有可能到后来就要来重新来算一个所谓的水族机了，因为还有在定制标准。还有呢，这个啊，这是如果说你们去看国外的这个报告书的话，他们通常会在最后面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参照表。我们现在台湾的企业也开始做啊，他们去参照去哪里去干哪里，每一个不同的条款到后来他们对应是在哪一页。这已经好像变成是一个标准的一种作业，但是呢，目前另外一件事，它会去跟全球盟约，是所谓的 Global Compact， 啊，它里面主要包含大概九个条款啊什么的，他们会去跟这个 Global Compact 里头的内容去做对应，啊，也就是说，它会有两个 column， 一个 column 是跟 GRI 的对应，一个 column 是跟 Global Compact 的对应啊，就像这个部分呢，也是在为支持啊目前。另外就是有关于这我想的，我刚刚就是说，能不能够企业也开始在这个比较是跟人权跟这个国际社会意图的关系嘛？也就是呢，有一些的这些矿产的产国啊，就是他们本来人权的表现基本上就不是很好，然后他们拿了这一些到后来他们卖了钱之后呢，到后来去有一些不法的用途，所以到后来很多的国际就开始抵制啊，他们。特别是他们是从企业开始抵制起，比如说他们就抵制 HP 的电脑，因为他电脑里面会使用到这些的金属元素，那这些金属元素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一些，比如说什么钢铁啊，所以到后来他们就会，那么因此呢就会在这里面他们也会要求，就是说啊，目前很多的企业都在报上都在提到他们是怎么样子。这个他们的这个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不是从这一些的什么，所以就我想对你大概进行的话我们可以留意。好，另外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技术里面有一些新的改变情况。好，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我主要要报告的这个部分了，就是我想我接下来的先讲。有相当多的企业我们可能是还没有出或是也准备要出的，那我也可以是请教吴老师或是黄秘书长，对于今年有打算要出的这些厂商有没有一些比较建设性的建议。谢谢。其实我也没什么太这个意见，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个，我们刚也提很多啊，这个发行这个有报告书，如果说它已经是一个不得不然的一种的作为的话，那我认为那还是就是早出不如就是晚出不如早出啊，就是那么目前我们也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发行，所以我们可以来就是参考他们的做法。那么这两个我们就是基金会每年都会有一些的。报告啊等等，那么里头我们有提供一些大概一些标杆企业上的一些做法，我认为我没什么特别的要这个提醒啊，只是我会强调的是就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越早出越好啊，如果说你今年有意愿要出那就不要等到明年。越早出来，那么可以，那么如果说不熟悉或什么哈，那么目前实际上有很多的，不管辅导单位，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的
好来做的话，这个也有好处。好，谢谢郭老师，恭喜李秘书长。其实那个建议，我想在我的简报里面有了哈。那不过我想这个简报这个是四平八稳的，就是说反正该有的东西都到位了以后，也可以，就是我们讲的巧妇要找有一种状况是这样，反正 buyer 是用嘴巴讲得很快嘛，反正你就是要出，那你就出，那大家就回去就他也不见得会给方向，就是你就要揭露你的环境啊、社会啊各方面的绩效这样子啊。那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部门是工作范畴是比较不是那么就是影响力老板背后台不够硬的话，没办法有尚方宝剑让你去吆喝说大家要各部门的东西要挖过来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就 buyer 的要求，你可以把就是刚刚郭老师讲实质性高而且是在你这个部门可以掌控高的部分，就是说你还是要有 ESG， 但是你可以不见得一定要走到 GRI 的guideline 吧，就是你第一个上路的新手上路，其实我觉得是你要把那个样子做出来。